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六月十四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红色。平常做的准备多，需要你全力以赴的时候，你就能轻松应对了。处理大事件、危急事件，找你就对喽。第二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黄色。太忙害怕出错吗？想要面面俱到却力不从心吗？找个能互相支持你的人，想要快点完成你想做的事，其实并不难哦。第三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紫色。如果出现一个一心想要对你好的人，大家也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呢，感情上被动一点也就可以了，多认识人对你还是蛮有好处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。第一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棕色。感情就是一场互相付出、互相确认的过程，你付出多少，对方就信任你多少啊，能让你安心的人才是对的人哦。第二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深蓝色。有做不完的工作，你当然会累啊，事情越多，你要让自己的心态放得更轻松一点，轻松的心态能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哦。第三名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棕色。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当成是自己的责任，不管是伴侣啊还是同事，你多做一份，对方就会懒一份啊，所以权责分明还是蛮重要的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凝聚力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